Lulzsec 和匿名骇客集团准备联手攻击政府。Lulzsec 骇客集团和匿名骇客集团日前说他们会联手执行反安管任务。他们最新的目标是全世界的政府和重要机关。Lulzsec集团呼吁所有骇客不计前嫌，一起联手攻击。Lulzsec集团害到索尼、美国中情局等高规格目标后备受瞩目。他们利用媒体平台自圆其说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好骗。一个叫网路忍者的骇客集团决定揪出Lulzsec集团成员的底细。Lulzsec集团下一个目标可能不是政府机关。他们热爱的 SEGA 游戏软体被害以后，Lulzsec决定要帮 SEGA 复仇。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